八号仔驾驶奇葩，咁啊亮点啊八驾驶奇葩，上次第六系啊，前次第三，九号仔胜利神驹上次入 Q， 九号仔参赛制度啦，上将前三系五号、六号、九号。陈胜同情是二四六九十二，又有份呢只胜利神驹钟奕礼。钟奕礼试过骑呢只马跑过第七名，是三月十六号，当时系跑千四。十号仔一匹美丽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六，十八倍，上次三十六倍，艾杜啦，而家换咗潘顿。潘顿骑骑只咩龙啊？咩霸龙啊？哇！出咗头，俾阿介绍你喺上嚟，赢翻佢一条颈位。呢只绿烛光芒喺后面走上嚟，嗰只马有咩亮点啊？就系、是、林美洛飞喎，啡甲，系删晒镜头先至影到佢啊！有心意，九十五倍。有心意，連續幾次都係第九、第八咁樣樣，未近過。十一號仔咧就騎師啊，梁家俊冷門，即係話一路嚟講，一路嚟都係冷門。十二號年年歡呼就十八倍，上次五倍喎，年年歡呼。今次潘明輝騎，上次潘頓騎五倍，氣管有血，上次係五月夜二號，應該好翻啦，應該啊。十二号年年欢呼，而家由潘明辉骑十三档，而家咧系四班嘅跑千四米草地，十三号你知我得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，由梁家俊换咗俾艾杜拿，十六倍，上次六倍。直路初未能望空，最后二百米转弱咁样。前次又几好喎，前次啊，紧于接近终点时被超越。前次又跑第三，上次又跑十二，今次唔知道跑成点。换咗俾艾杜拿啦。十四号幸运星球，幸运星球试过跑第二噶喎。三月六号班德里跑第二，然后咧就三月廿四号班德里跑第四，然后又班德里跑第七，系五月夜六号一换人换咗俾蔡明照，上次十一倍出闸笨绝，上次前次咧就追赶领放马匹走第二跌。嗱、啊，呢、这個二號仔咧就係、是、上次第八，不過前次第一喎，又係即係上次唔好，前次好。上次前三名咧就係五六九。我揀五號，自自多寶，因為跑咗三次咧就有兩個位置，一個第八。二号呢只咧就叫做新力好，新力好前次第一，但上次唔好。我要睇先，我要五号、二号啦，要新力好啊！我要嗌少礼啊！五号、二号，即系要布文同埋呢个新力好。因为我追入布文赢马啫，我而家布文有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。七号咧就叫做喜胜进驹，上次咧就跑第尾几咁样啦，好后十几名，即系话影住个背影就系自自多宝啦，上次第二，前次第八。
八號白色衫嗰咧就叫加西奇巴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八。你報文又大熱門啊！報文大熱門唔多老禮啊！K 姐咧就要三號六號，我要五號二號，佢有二號，三號係咩嚟噶？三號三號咧就曾經入過位置，六號啊上次前三，十二號係曾勝同情，二號十二號都曾勝同情啦，即係你要五號，五號幾好啊？五号报文啊嘛，你而家影住呢只啊嘛，最唔好就系大热门啫。呢咁嘅国际级骑师，如果即系我都唔敢讲啊，即系如果外地有啲都系赌紧噶呢啲马，系咪？即系如果有啲咩消息啊咁样系咪？五号二号啊 ，Jenny 同我一样啊，五号二号啊，新力好啊，叫做系咪？新。Sunny the best， 五二八三，八号有何亮点？八号啊，曾经入过位置，三号都曾经入过位置，五号啊，夹晚大热门，二号系次热门嚟嘅，应该系嘛？渐渐进入次热门啦。黄之康要二号五号，我要五号二号，几位心啊？四号啊！四号希威森金发银发，上次非常之差，前次好好，前次跑第一嘅。乔峰亦都系好啊，六号仔乔峰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四，再前次第二，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。至至多寶咧就最近三次有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三。即係有時對上一次啊，唔好前次好，有時就係跑嗰啲出嚟嘅。睇下上次有冇邊線位先，邊線位置嘅就冇啊。除了啲上次前三之外，就到第六名噶咯喎。上次第六名是一號同埋十號，一號十二倍，十號十九倍。黃子康要二號五號，都繼續都係啲二膽嗰啲 Q 位著價啦，咩幾番？好啦，紅燈亦都亮起啦噃，好快就嚟到三 T 嘅次關啦，四班千六，四班千四啊！熱門馬咧就係至至多寶，越賣越熱啦，最後階段咧得翻28蚊，緊隨其後咧就係新力好，另外喬峯三隻馬咧就係十倍以內嘅，十零倍嘅馬咧就都多嘅。好啦，完成我呢个点名工作咧，马匹亦都陆续见到佢哋入闸。首先咧就幸运星球啦，再嚟就威之星，年年欢呼，顺利一对马咧都系啲十零廿倍嘅马。好啦，下一只就有心意，加西奇巴，另一只白衫咧就系乔峰。旁边咧就金发银发，好啦，乔峰搞掂，金发银发亦都顺利，九优复出嘅喜胜进区，跟住系你知我得，一起美丽入正就三只马啫，标志将来啦，
27蚊嘅智智多宝，47蚊嘅新力好，一对热门啊！交俾集前，最后入闸系新力好。全部百匹准备就到六场赛事，四班千四，一支独秀大捷系五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就你知我得嚟嘅，外边啊胜利神驹啊，出边紫衫走埋上去第二位，仲有幸运星球啊，咁啊第四位绿色帽白衫就乔峰啦，内栏浅蓝衫第五仲有新力好啊，出边喜胜进驹马林中间一起美丽啊，内栏啦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七八位度啦，就系芝芝多宝啊，外边系有心意啊，后边嗰五匹马架势奇葩金发银发啊，尾三位置就标志将来啊，后边两只黑衫就威之星，出边咧粉红衫咧咁啊暂时。殿后是年年欢呼嚟噶，转香港体育学院弯的时候前面放的马咧就系胜利神驹啊，跟住第二位就幸运神呢只咧，咁啊见到就幸运星球在外边嘅第二啊，跟住第三位内栏咧就新力好啦，第四位出边啊你知我得啊，沿路外边红衫喜胜进驹埋栏位置啦，就系智智多宝啊，中档咧咁啊攞出嚟中间啦，仲有乔峰啦，跟住后边嘅马咧就一起美丽啊，停到最出有心意同埋喜胜进驹咁啊，最出嗰边仲有只年年欢呼噶，好啦，最后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就胜利神驹斗紧幸运星球啊，中间你知我得啊开始追啲噶啦，中档位置有乔峰上啦，外边智智多宝攞出去外边冲噶啦，咁啊最出嗰边仲有只。年年欢呼，最后100多米，乔峰响中档已经系透出咗，埋边幸运星球啊，进占第三位噶嘛，出边年年欢呼，中间一起美丽，接近终点，乔峰赢马，跑第二名，年年欢呼，第三名，中间一起美丽，中间第四。周俊龙赢马喎，又起马喎，周俊龙，乔峰马上次跑第一嘅，九号又上次跑第一嘅。12号有什么亮点？冇啊，冷门嚟嘅，最叻第七跑六次，上次19，隔晚16倍，今朝19倍，只布纹咧真系冲极都冇力嘅，真系。只五号最后有打几鞭咁样啦。周俊乐，起码周俊乐咩练马先？容天鹏六号仔夹晚都系7.9，临场就都系单位数字。九号仔跑咗出嚟先，九号仔有单骑放领嘅，即系呢只马。九号仔咧就系叫胜利神驹，上次第二前次第七，近绩好嘅呢只。跟住外边嗰只咧就14号幸运星球，上次第七前次第四。是不是新力好啊？新力好呢就是一路都跟住呢个位置，但是最后都冇力的。新力好就上次第七前次第四。我报名在这里你看他即是啊好悠闲的啦，即是他这些叫做啊。不追啊，即是他是这样的。跟住一号不知这只叫多少，这只叫喜胜进驹啊，这只第四。跟住咧就六号咧就系叫做乔峰赢得噶，大家留意住呢一只啦，乔峰额头有粒星噶，啊额头有粒星呢只，咁佢咧就而家仲落后紧3个马位，里边只嗌少礼啊惨啊，真系俾3只马困住佢，都出都出唔到嚟，咁啊周俊龙喺外边，布文追住佢啊。阿布文有追住佢，而家好似紧张啲啊，但系都系咁以嘅啫。六号赢咗1个马位，布文上嚟第四名啊，又645蚊 Q。12号近绩好差嘅，10号亦都系连续两次第六一起美丽。10号啊，潘顿，潘顿都算好嘢，潘顿啦。冷门嚟嘅，潘顿只马又唔系话好厚啊，连续两次第六啫，但系咁啦，佢跑咗今次第三次跑5倍 win 6号，上次跑第一嘅呢只近绩马 win 咗。